哎，终于来到我们100 K 挑战了，太棒了！期待这天已经超级久，我们大概已经规划这个从现在到牵车那天算起来，超过半年了吧？中间还遇到就是疫情又变严重，然后又顺延，本来约很多人一起来共襄盛举。上一次其实我们原本的挑战时间大概有一台游览车那么多，对，大家都为了来陪你骑。但是因为其实因为人流管制，还有当时候因为要戴口罩种种因素，所以我们当时候就取消了。终于在现在，今天是3月1号，也就是口罩解禁的日子。对，所以我们待会准备出发我们的100 K 挑战。那你昨天睡得好吗？睡超级不好，我一直翻来翻去，整个失眠。太紧张哦。太紧张。你在睡觉的时候在想什么？你明明就要睡，隔天哎、欸，我踩上去直接睡着哦，超累。因为这个企划真的铺梗半年之久啊，我自己觉得。看得很慎重，其实在要开始这个企划这一天之前，这个礼拜我是每天都想办法多训练一点点。其实是没有到半年了，大概4个月而已，只是这段时间看起来过了很久。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小的目标设定啊，之前只讲说骑完100公里，但100公里你就算慢慢骑，24小时也骑得完，所以我们今天有设定一个时间上的限制。今天呢，我们目标要5个小时以内完成100公里，时速算起来大概均速不用到25左右就写完，当然包含休息时间啊，所以我们目标在5个小时内骑完这100公里的挑战，从八里廖天地庙出发，今天的终点也就是白沙屯拱天宫。嗯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OK， 那我们就出发 ，Go Go Go， 出发！今天我们的目标算是稳定的骑完，我觉得今天的目标设定啊，因为上一次其实算是有一点点重挫他的信心之后，我们今天算是走一个温情牌友善路线，特别找的全部都是美女来助阵，助阵就算了，今天连太阳都帮上忙，现在完全是好天气。我们待会的目标就是一列式的轮流轮车，然后让封底锁可以降低这个封阻的过程，想办法帮他多省一点力气。今天目前看起来，以现在的时速大概都在30、32左右，要达到目标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。已经20公里了，我们骑完大概1/5了。你觉得今天的状况有把握可以挑战完成吗？我对这1/5很有信心啊，很有信心。后面4/5就不知道了。上坡开始退档，退档，右边大支的。有。对。你们看，我们现在的右边已经开始看到一整片竹围渔港。我们第一次开车跟着你来这里骑。骑到新竹，没错，上次只有我自己骑，这次一起骑了吧，比较有趣了。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休息点会是在45公里左右的永安渔港，大概还剩下25公里，25公里啊，对，耶、yeah ，很好，耶、yeah ，目前已经过了20公里，我刚刚询问了一下他的1/5的这个目前感受啊，他是跟我说还很轻松啊。我们就拭目以待，因为他听到第一个休息点在45公里的时候，他有点腿软，我猜他是已经有点想休息了，但现在才1/5而已，继续出发永安渔港 ，Go Go！现在骑差不多1个小时啊，然后我觉得好像只有掉10%的血吧。应该还可以啊，我觉得后面我比较有信心一点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
刚骑上来想说顺顺的，赶快往前骑，然后施工路段有个超大窟窿，在那边喷水，我想说没注意到就空，然后就听到那个超级赛亚人那种爆气的声音，然后就发现我爆胎了。谁给那个无放给赛一大堆？你骑那么慢的，还给人家爆胎，其他人都没事哎。你刚爆胎的时候，不是有个声音吗？爆胎就是这个声音。对，这是爆胎的气声。走啦，快点！第一个休息站要到了，可是可能不能休息太久哎，因为换胎都花掉了。完蛋，可能喝点饮料就走了，因为刚刚已经休息够了，真的不能再偷懒。哦，你刚坐下来怎么沉到底耶？我看一下 cushion 有没有，都可以载脚踏车，还在那边。我们第一个休息点终于到了永安渔港，目前骑程大概2小时45公里。你觉得目前已经过了接近一半了，你现在体能状况如何？托爆胎的福，就是有休息了一下，现在回血到80%了。确定欸，80%。你刚骑到快到永安渔港前，已经进入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半昏迷状态。然后那只是风带，眼睛干而已。假装出去带，然后结果画面镜头一不见，你就开始躲到大家后面。为什么要讲出来？画面都有录到。好了，那个补给很丰富，赶紧吃一吃。我们等一下赶进度，下一站新竹南寮渔港，大概还有20公里就再休息一次了。好，干杯。干杯！抵达我们下一个位置，休息站是南寮渔港。耶、yeah ，这一段稍微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是逆风的。逆风之外又大太阳。好，我现在脚没感觉了。没感觉了。对啊。你是有去抽神经啊、喔？对。你现在是没有神经的状态。卡巴喜欢拉卡。卡巴卡紧点啊！等下剩8公里又要休息了啦。对啊。OK 吧，现在已经骑到新竹了，现在是手眼麻，手眼麻，对，问题怎么那么多啊？我今天毛很多啊，结果我是主角哎。那你有骑在这种隧道过吗？你以前有玩那个就是赛车游戏，跑车浪漫旅？对啊，他们都在里面炸那个炸排气管的声浪，你要不要炸一下？要怎么炸？就直接冲，然后用嘴巴配音啊。那我要配刚刚那个超级炸的，好。抵达第二休息点，新竹站到了。休息休息，第二站休息，脚麻掉了。
我们吃完午餐继续出发，目前已经骑乘65公里，下一站也就是会在竹南跟白沙屯中间找一个休息点，大约20公里后就是下一个休息点，剩下倒数的40K， 风力左嘞，天风力左还在后面 ，OK 的 OK 的，加油加油！太好炸！回去会变超黑的，肚子开始用力哦，手这样比较不会酸了，踩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。走吧，上车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拜托。干嘛？拜托啦，你都已经任务失败了。我任务失败啊！我们原本预计5个小时，哎，现在已经骑了5.5个小时了。可是还有20公里，最重要的20公里是后龙坡。可是你不要让人家觉得说，干泽瑞不是，大家都觉得你就会失败啊，这样刚好符合大家的目标。我觉得我不会失败、啊，怎么可能？你很有信心吗？我没有很有信心，但我不能让你留下污名。不是我啊，是你自己没骑完。拜托啦。哦，好啦，不然那个钱扣一半。我们都最后一里路。那个你那台车公司那时候帮你付的，要吐一半回来，因为任务失败。可是我如果完成，可以就是上诉，最后完成抵消这样。没有，就是现在已经先扣一半，你完成还有一半。你现在完成，你现在失败就是直接扣3万起来，要缴回3万。完成15000这样。好，拜托啦，我可以的。真的可以哦，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。我没有浪费大家时间了。我们赶快骑完，然后回家。拜托了，拜托了。这也没办法跪，拜托跪这里。拜托，不要。跟紧一点，跟紧一点。等一下的目标，希望天舞逢敌所可以挑战，脚不落地完成后龙坡的考验，再慢都可以，你可以吗 ？OK， go go。上坡路段有没有什么应战策略？切换啊，变速啊。除了这个嘞，变速切换，大小盘啊，大小盘应用。OK 啊，我相信你这个等一下路段就跟现在差不多而已。对啊，不会累太多。都会这样吗？差不多。重点是，只要骑完后龙坡下滑之后就舒服，5公里的下滑就结束了，直接爽死你，爽死我。没错。好。快点，出发，跟上他们。OK， go。配合你的呼吸节奏，吸吐，吸吐。对，手握平把的时候，所以可以往稍微往身体拉，配合脚往下踩。加油，剩一小段就平路了。可以哦，防晒油流到眼睛里了，快到了。除了防晒油，应该还有一些你本身的油吧？我跟你说要感性一点了，汗水啊。
快到了，快到一个平路了，小小的休息点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平路接下来最后一个小段上坡克服完，接下来你就下滑到爽。你不要上坡还在做效果，还要闭个单眼睛骑车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，最后一小段了，不到300公尺了，不错，你还保持有一个段位，还有一档可以退，加油加油加油，维持踩踏节奏。他都没有停耶，很厉害。快到了快到了，最后200公尺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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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快抵达了。挑战成功！哎，龟背，哎，没有默契耶！哎，今天挑战完100公里，爽吗？很爽。虽然我们总共最后的完成时间啊是超出预期，大概6个多小时，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休息时间真的偏长，而且一路上我帮你找一些理由啦，爆胎爆了2次，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换了半天换绕累，对，出师不利啊。那你今天挑战完你人生中第一个100公里，对，最大的心得是什么？就是我真的完成，而且 我完全没有落地哦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什么没有落地？一路真的在停红灯，你在睁眼说瞎话，一直都在停红灯。但是你的上坡的时候，对，在后龙坡值得嘉赏，值得鼓励，因为你后龙坡其实一路上必须说啦，这个实力以第一次骑来讲算还不错，真的还不错，因为你一路上的这个平均速度大概还有维持在可能是10到15左右，算是我觉得非常厉害。那我觉得骑到100公里结束啊，你觉得这一整段路什么时候是最痛苦的？就是后龙坡啊，后龙坡才痛苦。因为其实在接后龙坡之前那段你们一直跟我说很可怕很可怕，其实是刷在那里，其实是根本没有那么可怕。可是其实前面没有很可怕，那是心里的煎熬。然后到上面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，就硬着头皮赶快把它踩完。那你这个，因为从你签新车到现在大概3-4个月以来，你觉得你目前算对于你自己的表现满意吗？我觉得这次算比较满意的行程。这一次哦，挑战是因为路线终于比较远吗？就是。因为我在来之前，我其实心里非常紧张，所以我把很多骑这段路线的影片都看过了。你在做功课，科普一下，做功课。骑完6个小时又40几分，不然给你一个上车的机会。接下来4月还有一场彰化美甲经典100K， 这个可以啊，这个我有骑摩托车跟过，对啊，路线还算熟悉。这一次要不要用我当 Foodpanda 帮你补给？你需要那些苦茶都不用了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接下来这个就给你上诉机会了。但是话是这样讲没错，那15000还是等一下要寄给奖哥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片到这边结束哦。喜欢朋友们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完成了，下滑。